明星赛前的最后一战，大谷翔平的棒子再度爆发。Here's Ohtani hitless yesterday, and Shohei on the first pitch a rocket into right field. 西雅图水手先发圣地亚哥，比赛才丢了三个球就被大谷敲出二垒安打。不过这一晚的大谷可不止如此而已。Ohtani bounces it to first. France knocks it down. Shohei safe on an infield single.接续上半，这一支一垒强袭安打扩大了天使的攻势。不过仔细看看，大谷跑过一垒后来不及刹车，他抱着一垒裁判转了一圈，这可爱的动作再度让日本网友沸腾。这场比赛大谷四个打数，两支安打，还有一次保送，为球队跑回一分，帮助天使拿下明星赛前的最后胜利。His translator and friend Ipe is going to strap on the gear and be back there to.quote-unquote catch for the home run derby. 讲到明星赛，要参加全垒打大赛的大谷找来自己的翻译水源一平来当捕手。平常除了要帮大谷翻译，陪大谷练球，水源还能当捕手。日本网友戏称水源其实也是二刀流。听说这么不懂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